等一下啊！这么重的吗？我操！管子呢？就这个吧，这个行吗？哦，就这个管子。点一下那个中文，点了中文再点个，别在这点，在这点，点了中文再点启动。看一下它的这个点是吧？对，它点了那个启动才会亮灯，你先点中文，然后再点启，点吧。再点启动。弄吧。我正常放就好了，要给你看吗？不用。三、二、一，放。等一下，放。放吧。放吧。可以放吧，放吧，放吧，啊，这个灯，啊，这个灯太开不到这个灯，这样喷一个整体吧，也是啊，太宽一点。你不要拍到这个地方，我手要拿的啊！没事儿，你不拿它怎么拍？你放吧，你看，放，放，可以，刚好停在中间，刚好啊！我操！等一下，我再往外推一下，拍不到。这样拍出来应该爆破没那么严重啊？没有，刚好啊，因为把那个什么给弄掉了，可能稍微好一点。对。完美。放三遍。我要扫，就当全景一样扫吧。就这样放了。可以，等一下再放啊。放吧。